Overcooked， 它是一个派对游戏，但是我们先来玩序章，让你们了解一下这游戏到底在玩什么东西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先来玩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自己可以选一个角色。哇！世界毁灭啦！是洋葱。我们的世界毁灭 ，Well, this is。The ending of the time， 总而言之，他说呢，洋葱王国呢就已经快毁灭了，然后他希望各位呢能够来拯救他，然后旁边是他的宠物。听我跟他讲，他说，你感觉到什么了吗？我感觉到地震了，漏电啦，是什么？安像大便的东西，好像脑袋漏球。是你，是意大利面。我们刚刚吃了意大利肉酱面跑出来了。他说：“我们不要赶快，他肚子饿了。”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对，把你要把菜递给我们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完成他身上的菜单。走开啦，你去拿番茄啦。我在拿番茄了。OK OK， 我要放上去了。对对对。哎呀，按叉然后切！赶紧弄给他吃，他不想吃，他发疯了。你送错，他会咬人啊！然后放上来，然后按叉切。生菜，给我生菜。对面。我有，我会玩。原来送空盘给他吃啦！空的是空的，要不送给他们装的菜。对，要放在盆上面啊！盘子，有了，出菜，盘子。都青菜，快快！不要拿番茄，都青菜了。青菜，快！哦，现在要青菜，不能番茄了。盘子，好，可以，番茄丢地上了。快点，番茄丢地上，弄脏怎么吃？没关系，它是怪物。青菜，李佳。啊，那个综合蔬菜，我要番茄，哥拿番茄，搞番茄，地板，来，这拿走，这给我 Q 回来，厨房是没有码吗？真的厨房有码吗？盘子，瞎猜啦，随便啦，丢地上啊，定啦，地上啊，等一下，快点啦，快来不及，他把世界毁灭了，青菜啊，来，盘子，你们自己配菜。不是，你说错了，要没时间了，你们赶紧，赶快自己配菜啊！随便，快点啊，配菜自己配，快来！来，我拿奖，完了，快点，我们快逃，进入到时光隧道，剑尊，都回到过去了。不是你们配太烂，完全没默契嘛！我是切菜的哦，那个外场都在干嘛？所以我们要回到过去了。他说呢，你们必须要一起合作，然后完成那个巡回之旅，回到1993年。然后现在开车，我们要前往下个地方啊。现在是1-1关了，总算可以正式开始。所以你们知道怎么玩的吗？知道了，就是出菜配菜，但是关卡不是像那么简单啊。关卡他们这游戏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好吗？你们到底要把车开哪里去？我没有扣，开车你都在扣。好，开始，我们要拿三颗星哦，120分哦。好 ，OK， 靠你们，我们的餐厅就靠你们了。安全是跑步。本月营收，他这边说你要做汤哦，汤必须呢拿三个东西，然后切了，然后就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再出菜。OK， 这 OK 了吧？那所以我站哪边？我站哪？我站那个切菜哎。我们就一人一个位置。来，洋葱，第一个，切，快，下面快切。你们切完给我。来，那我递洋葱。我递洋葱，许多递洋葱。好，洋葱汤我来负责汤，出汤。太多了，还没煮完呐，要去控它，有了，快！
等等等，你过来干嘛？那我那我把汤接过来啊。一份汤，三份菜，汤的汤在汤这边，宝石跟第一餐这边汤要出了啦，快点，盘子先拿过来，盘子拿过来。超慢超慢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来卡住了。观众呛我们说，你看看。我来煮。他说弄脏的盘子要拿去洗。哦、oh, okay, ，所以那谁负责洗碗？那、我先分配一下好不好？那我负责把那个煮好的汤，然后送出去，递到菜口，然后我把碗收回来，然后他去洗。好 ，OK。好，观众呛我们说，一五阳光都比你们切的还要快了啦。好 ，OK， 来，有，我习惯。OK， 我要去。比弟洗碗。靠，这个洋葱菜好累啊！快切，切一半的啦。搞屁呀、喔嗯！好闲啊，他高工了哦，那没事做呢。有啦，我在洗盘子，快点啊！洋葱切好，先放旁边。洋葱切好，先放旁边啊！洋葱都没人送啦、啊。洋葱，那我来，你这跑来这边越线，快点，不要越线啊！为什么跟到？他们有人送谁？谁配菜？怎么忘记哦？蔬菜的怎么会忘记？我切到干净，我要对你挥刀。好，我出汤。要有人出汤啊！你们那些人干嘛？你们待过厨房啊？半桶水呢？没进过厨房也看过猪走路吧？我这边，我盘子，一个盘子没差啊！快洗呀、啊！盘子嘞？等一下，我这边有客人吃吗？好，你出汤。不是没有盘子，我怎么出汤？当然客人吃哦、喔，快点啦！洗盘子啊！盘子就还没好，快洗！那你会不会？超慢，洗盘子吗？性平创伤，我受不了了。好，先洗盘，先洗盘。盘子拿掉，盘子拿掉，快！装汤啊！汤都冷了，快点，出菜！洋葱先不要拿，洋葱先不要拿，先煮汤。煮汤，可以，毕竟可以冲刺。好，我把洋葱切一切。你确定你叫我们会过吗？等一下，我不能拿东西。有。你就把端好了汤，快一点。有了，把煮好的汤拿去水槽洗掉干嘛、啊？没有，这边有出菜啊！跑不跑起来啊？大哥，快点呐、啊！剩30秒了啦！哦，要一天结束了。哦，性品会不会啊？谁煮的啦？快点呐、啊！洗碗。快！按圈加速，按 B 键。我操！去上汤了！不要互撞，没剩多少时间了，最后一锅，快出菜！这边快！上！有了，去买！哦，好险哦！烂透！有了，三星！有了，我们今天的晚上的晚宴表现的不错，好不好？获得一个新的厨师。憨厚这位，憨厚一个，我们表现也不错。高登不会叫我们选两个出来 fire 掉。对。好，第二关 ，delicious。其实我刚才从头到尾在装嘛。我靠，是怎样？是什么？我是干嘛？我要负野餐哦、喔，野餐哦、喔。我负责要干嘛？洋葱。往哪？快！他切菜。有他过马路啊。Fuck you。一个人负责切菜，来，现在干嘛？我们负责上，没有要上番茄的，不切什么番茄啊，白痴哦，没有要上番茄的啦，都过来啊，番茄，不用上番茄的，番茄，有番茄汤，番茄汤，学做我可以换位置。我只做过那一场，还没好了，还有差一个哦 ，OK， 汤还没好。等下煮完再拿。洋葱，我放地上，放地上。好，番茄准备分，可以剁番茄了。来，洋葱那边，切。弄好的食材先放地上啊。汤上哪边？快！来不及，汤好。快走！盘子给我。在干嘛、啊？我要加汤。洋葱汤还要很多。洋葱忘记切，丢进去里面。番茄，哪一间餐厅东西准备那么少是怎样？洋葱还没来煮，你没快点，快一个工作！好，快上，锅子给我，锅子给我，锅子
猜对了，我还猜个番茄，猜个番茄。OK， 哎、欸，我们需要还需要番茄，还需要番茄，番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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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盘子洗碗，好，盘子有，盘子，先帮他装起来，我帮装，来，洋葱还少一个，来，洋葱好了，我上，洋葱少一个，洋葱少一个，好，这样盘，快，我来洗，蔬菜，哎，洋葱汤。要爆了，还缺一个洋葱，快煮，给我放上，番茄汤好，番茄汤好，上菜，番茄给我剁，上菜，你不要撞我一把，不要我撞开了啦，盘子，还缺一个番茄，煮，番茄，上菜，洋葱少一个，来，有，好，洗碗。先煮汤，洋葱汤先上，来不及，我等盘子，好，这给我，好 ，OK， 洋葱，我还需要洋葱，看我们厨房超乱，要不要搞成马了？有，盘子上，我来，有人，快，剩二十秒，我们时间还有几吗？快点洗，洗盘，冲，安全冲。好，有了，最后一个，还来几，最后一个，快上，有了，路人卡我，拿那个灭火器，路人干嘛？走开啊，路人，白痴啊！灭火器灭他头，快点，灭他头！啊！现在还有爆表，有，太夸张，好险！高赞说我们这个虽然看起来默契不佳，但是分数还蛮高，分数还蛮高。我们渐入佳境，开到水上了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各位观众，水上到了啊、哦！这个水上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在嘉义啊。水上嘉义，水之都、哦，海盗船，满分260。好 ，OK， 靠你们，灭人气。我靠，好像越来越难哎、欸。有我切菜，来。好，运菜，来啊！这个是煮什么？蘑菇汤，蘑菇，切，来。好，我来。OK， 我们就要济南有趣。不是，这明明就是蘑菇汤，你切了这么多东西，这一堆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知道谁拿给我们切啊？白痴，不要乱切啊！哎、欸，南瓜汤，洋葱汤。不是这个煮错，倒。不要乱煮。来，洋葱。没有洋葱吧？给我洋葱，蔬菜放旁边。What the fuck？过去，靠！等一下，那边怎么会有一个洋葱蘑菇汤？快点！能出菜，我是错了啦！都洋葱，错了！快点！那刚才错了啦！谁的这个东西挡在这边啊？我怎么把东西丢掉？直接发的。还有垃圾桶，还有垃圾桶！啊！洋葱！两锅洋葱！再切一个洋葱！好，有了！再最后一个，有了！好，帮我上！好，番茄，下个番茄！上！等一下，换你们，劝！你们进去，来，切，快切！好 ，OK。番茄汤，来，锅子，蘑菇汤。好，来，拿，来，番茄，我帮你摆菜，蘑菇，哎，锅子，赶快拿去煮啊，锅子。锅子，快！上菜，番茄，番茄有，快点，番茄汤，番茄还有，快点啊，浇了，快点，切，OK，好，切，蘑菇汤赶快上啊！蘑菇汤快上！好，来，给我蘑菇，蘑菇汤
上这边有蘑菇汤。OK， 我上。那个食材摆一下，食材。来，番茄汤，番茄汤。食材，快点，快点。来了，蘑菇接手，蘑菇接手。加油！洋葱。番茄汤，来这边。番茄太远了，谁要上？谁要上？给我丢掉！快！那个菜，帮我切好，赶快上，赶快煮！洋葱汤你煮了，倒掉东西，快一点，来上菜！番茄啊！你站我站等干嘛？番茄！番茄，不能叫！番茄，输了！锅子在我这边，我来，可以上了，来啊！洋葱，我来，你不要乱丢食物，浪费食物啦！干什么？不要再浪费食物，白痴哦！番茄先煮，我来煮，快，番茄快，没时间了！番茄有，洋葱，放洋葱，船长肚子饿了啦！洋葱，快！再来！有，再切一个洋葱就好，你去切！我要打老鼠！怎么那么脏啊！看